来啊！转，等一下，哦哦哦，到底谁会网购买房子啊？对啊，谁网购买房子啊？啊，阿旺，怎么又回去了？GTA 啦，GTA 地方真的，GTA 是网购买房子，又回去了。我那时候没有参加，我那时候打疫苗。哦，对他没有。今天哈基在看，我刚在看，快笑死。那你要加？那你要哪一个？还是1.5啊？我也是1.5的，我也是1.5，好耶，你是1.5的伙伴，好耶。我不要，就是这买来之后还没送修修半天，弄乱七八糟，还弄一个礼拜，对，没错，没错。1.5真的好贵。还有他是选那个软饭碗，软饭王，软饭王，软饭王。对，我不会选富二代，软饭萌。而且如果真的要给人家养的话，我心里会很过意不去。我也是啊。对啊，他搞不好富二代也没有打算要养你啊。对啊，不要讲到让他养你，想太多了吧？突然想太多，直接哭出来。我的门怎么全部打开了啊？台风天嘛，台风天吹过，吹过，吹过，最近风大，还要把它关好了，我很怕烧到自己。没关系，好，我们都到了啊，哎，呀，好，这一次呢要来发钱了啊，我们的那个成就呢，我们上一次大家就看到我们自己都大概解了多少嘛，对，那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惊喜啦哦，嗯。这个成就呢，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这东西其实蛮有趣、蛮好玩的，还有些成就没解到，有点可惜。嗯，所以呢，我们活动虽然到这边，不过未来如果只有又成就又解开来的话，还是有奖励，好不好？哦，对，然后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直接去找那个按钮，一样就按一下，啊、就直接发钱了啊！记得身上。身上先多留一点哦。对，好，好，那我去放一下。等着吸的，嘿嘿嘿。今天就自由活动，好耶！对，这副秀不了，我也要。我告诉你，太过分了，他整个你全部都开耶！你封我一组赞，我就跟你说谁开。对，今天是特别卡，有点卡哎，有一点呢，有吗？因为有，对，看别人的时候会卡。哦，对耶，马铃薯箱子都会炖大概1到2秒，马铃薯超柴，咬不下去。对，怎么回事呢？太烫了，太烫了。我是有听说最近是不是那个什么太阳什么鬼时报什么太阳风暴？时报好像有啦，有啦。可是时报是什么？太阳风暴啊！太阳风暴，太阳风暴。对，虽然听起来像宝可梦的招式，但是其实不是。啊，听起来会自损，有个阳春风暴有没有？对，就是反正它会影响一些电子设备，电磁射，太阳那边发出来的电磁辐射，影响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电子设备，沾吸，好酷哦，对不对？哎，哦，阿尔宙斯，我说好了啦，所有家雷欧别再放了，拜拜。拜拜，那太阳还落火有没有？太阳还落，他是刚的太阳神。哎呀，断线了！哎呀，发生什么事？断线了！哎呀，我重开服务器。好，好，好，那我等一下，对不对？那我去拿一下东西。好，我刚刚有一种一瞬间，你竟然要触发今天的特殊活动了吗？没有，今天没活动哦，还披萨。有啦，今天有活动啊！今天活动就是拿钻石啊，拿钱，对对对对，拿钱就是最大的活动了。免费的钻石哎，对啊，钱呢？还要去伺服器里面领一下每月奖励，耶！已经好久没哦，你说 Happy Show 吗？就刚好都月初，对，领一下，好啦，领一下啦，忘记了，好了，领一下。自从申请了他特殊身份组之后，每周末再开几次，对，后来就很少玩了。飞机来了，可是我觉得会不会是他的小游戏没有那种极新的，就旧的去更新啊？对呀，没错。以前是喜欢玩他的空岛了，嗯，空岛是可以玩蛮久，太多挂了，对，真的不太 OK。哦哟，比较顺的。马铃薯还是吃不下去，
啊、我看好一点了、欸，有我看相机顺很多了。我刚买、啊，又开始好像不太行了。为什么？真的吗？嗯，又开始了。我目前还好。我摸箱子就大概一秒后才、哦、才会有。哦、对、嗯，一秒后有一秒后的开箱，一秒一秒后，一秒后的开箱。小雨，你打了没？我还没。哎、欸，我有感了哎、欸啊。什么？你有感了？就是、啊，打疫苗终于就对啊，终于打。最后，可是我现在在疑惑，就是没有那个预那个那个预约平台，就是直接去那个吗、哦？直接去那个打电话问那个，就是附近的门诊。哦，是哦，哦就是你能查那个疫苗地图有的，然后打电话直接去问。啊，对对对对对。哦。然后有些医院会有设那个网站，然后你也可以上去看有没有，还有没有特别，就是网站可以预约。哦，好耶好耶、嗯。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去查了一下，我想说，嗯，那那个网站每件事之后是要怎样？哇，真的很卡耶，我家门关不起来。研究一下，我今天是有改一些指令，可是没有到改的太多东西啊。你刚刚自己弄的时候会卡吗？不会啊。应该说你自己这边会卡吗？还是只有我们其他人卡？不会啊。你说我现在吗？现在是会卡。对啊。哦，你自己你会卡，那就应该不是网络，应该是指令。对啊、嗯。对，是指令的关系。哦，难道今天要出外景了吗？还是有什么怪太多？谁把避雷针插在树上啊？不怕烧、啊？我不是有防烧吗？可是他打下来，他还是会就是一下子有火焰呢、啊。哦，真的假的？哦，是没关系啊，反正下雨天。哦，我研究一下。好，好，我很聪明吧？嗯，怎么了？避雷针插树。避雷针果实。果实。好像很好吃哎、欸。哈？果实的部分？哈？什么果实很好吃？果实。不是果实。你说话，你说你不吃蛋。你说话。插完针是什么意思？插完针跟玉子烧，你骗人。都是蛋。可是，请听我解释。好，你说。我还是没吃啊。我还是没啊？你不是说因为没味道吗？没蛋的味道。对啊，可是如果要选择有味噌汤，还是会选味噌汤。哦，就是逼不得已就插碗蒸这样。没有错。哦哦。老师选插碗蒸，然后给别人吃。哈哈哈哈哈！都没做，哎，你用吃吃看。嗯。所以是锅边插碗蒸。锅边插。锅边。你宁可，你宁可的二选一是给别人。我一个一个来啊、哦，测试一下。好。好的。好的，我身上应该够放了吧？直接。卡了吗？哎、欸，怎么不会卡了？好像好一点了。哎、欸，好了，指令全拔掉。我先把指令全拔掉，现在一个装。好，现在是好了。哦，好顺啊！啊，开门是不是就最准了？看的开门开箱子这种，开箱子走路也可以。你拍一个人，他会叫就是最准的。哦哦哦！那我反应找人，你还可以测聘哎，对不对？对啊。好哎、欸。抓到你。我觉得开箱子就是、啊……我看看我开始会卡就知道，哎、欸，又出问题了。啊！哎，好，没事没事，这样还好，没事没事，正常正常。你看人动，你看人动的速度就知道了，他开始卡的时候，人就会开始瞬移了。对啊，哎、欸，那我们就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就是可以很快知道了。不是啊，那我们就去实景台那边跑操场啊。好累哦，我不要，那个操场很小哎、欸，好累哦，那个会很晕吧？对啊，直接吐血。哎呦，哎呀。现在是要换试这个吗？还行还行，跑一下跑一下，看起来还行，看起来还行。目前都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可以可以，还能活动，还能活动，可以的，对。哎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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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还行，还可以还行还可以还可以，给我更多，再来再来，我给你更多。我们可以折返跑就好了吗？我觉得绕圈好累啊。那我要这样好了。我剩下的都没改过了呢，怎么会 ？WiFi 啊 ，WiFi。WiFi 啊啊啊啊啊啊啊！还行还行还行，可以可以可以。你们去，我们去那个。
然后说我已经全部重装了呢。你是说星际贸易那边跳下来吗？星际贸易，没有啦，我是想说去烽火台那边 HiFi 就不会死了。还行还行，目前还行。行，马铃薯吃得下去，吃得下去。全部装回来了，全部装回来了。哎、欸，那就好了、喔。现在开始要走了，还是是因为刚刚在下雨啊？没有啊，已经没有，应该没差那么多吧？啊、我也应该不会差那么多了。对啊，因为下雨天看看啦、啊。因为。其实刚48分我就在里面了，那时候就马铃薯很难吃。哎、欸，卡了卡了卡了，他就开始卡了。哎、欸，卡了，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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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开不了，开始了，副作用开始了，副作用开始，是打疫苗啊，有延迟是不是？对啊，怎么了？还是是你的指令跑一跑，它会开始就是慢慢卡？不会吧？某一个东西会一直沉入、一直一直有回圈什么的，嗯，对，嗯，哎、欸，又恢复了。正常了吗？太前方了，哎哎，我也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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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卡还是打不出来了。作用副作用 ，F 3也没有套太多东西，这个、啊，副作用、啊、，BOSS 系统拔掉了、啊，今天我改 BOSS 系统的、啊，可是今天改了，哎、欸，现在还是顺的、啊，现在顺的，有吗？还是没有。他其实电脑太久没重开的关系啊，所以是哦，今天重开，我今天有重开，今天有重开，今天有重开哦，哦，所以是重开的关系。现在大概0.5，重开啊！哇，不能关了，哇哇，找不出原因，应该是 robot 死了，太笨。没有，这就是指令神奇的地方。当你觉得一切都没事的时候，它就有就会出事啊！觉得好像哪一个怪的时候就不会出事。应该要出事的，怎么会没事？怎么会这样？怪怪的，怎么会这样呢？居然会没事？怎么没有？这指令怎么没事？怎么会没事？哇塞，这个面包我已经吃了两条了吧？法国面包很硬哦，那个面包很难啃哦。嗯，法国面包是刚烤好的，很香哎。很硬哎。那个是冷掉了，刚烤好的不会硬啦。刚烤好它是脆。对，你看要吃什么副餐的法国面包，对不对？不然冷掉就硬了。副餐的法国面包要先吃。对，一定要先吃，不然一定会硬掉。到时候就只能跟酥皮浓汤的那个酥皮一样泡到浓汤。你是要放多久？不是有人会分开吃啊？不是要放多久都会变那么硬啊？这个没有看起来会反正。欸，你如果在冷气房里面吃很快吧。好啦好啦，是啦，是啦，很快就没水分了。还是卡还是卡。没看乔尔团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那还不赶快去看 VOD 咯。赶快去看 VOD。还不快去看我的 VOD。去看 VOD。没有，现在要讲回 fan， 为什么？为什么是回 fan？ 为什么是回 fan？ 这是哪来的？大舌头，然后讲回 fan。你是不是在是不是在臭？你是在偷臭？你是不是在偷臭啊？这不是我说的。我也是学别人的。学谁啊？学偶像哦，原来他是原哦，哪一个还是捷宝吗？捷宝，我们是永远捷宝，嘿，没了吧？我现在看人是卡的，可是开箱子是顺的。啊哇，哎，对耶，有吗？我看一下，弄东西是顺的，可是看人是卡的。所以卡的第一顺位会是先看人，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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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现在顺了，顺了顺了，遗迹的。现在好像是 OK， 现在顺的，现在顺的，看大家的跑的都蛮顺的。对，箱子现在是正常说话了。对对，有，我看到我的熔岩都正常在跳了。好，这好不是死气沉沉的了。这个副作用来了吗？副作用来了吗？嗯，塞回去了。嗯，好，全部人都不会动啊。看一下啊，开始人开始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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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我找不到是哪一个问题耶。开始卡了。我看到其他在卡，我看到你在飞耶。哇，阿旺你好厉害哦！哇，因为你完全在空中走路耶。我看阿旺也是啊，开创造啊，他都开创造是不是？开创造一下是被看出来了，不行的，不能看了。是你好像在测那个就是跳远，然后从那个沙坑这样跳过去，一定跳远，知道？对对对，没有助跑的那种。好笑！我
我把必要的放进来就好了，等下再偷偷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猫问题。哇，你吃东西吃好慢哦！哇，从哪里吃？那马铃薯吃很久哎、欸，这马铃薯有点硬啊！我从哈基家门口跑到你面前，你还在那啃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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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啃很久，太烫。矛盾大对决。那你的马铃薯是连皮吃，还是把皮剥干净再吃？当然是连皮吃啊！谁剥皮？连虾子都连皮吃啊！不好意思。请问这按钮可以按吗？你按啊，先等一下，没有了，现在可以按了吗？拿钱的，它可以，没有，哎，它会发了吗？按下去就发钱了，哦，已经发了，哦，按下去就发了，哇，按下去你就发了，有人偷到你的钱，你发了，发了吗？我发草团那边有跳钱，发了，你知道我这里也，我这边也有，哎，我是有在他附近吗？还是你也发成功了？没有啊，我领了684哎。啊，发多少？哦，那是一起发的吧？那是你自己的。哦，发多少？对啊，所以就是团团再按一次会不会还有啊？应该不会吧？发了，发了，发了！不要啦，不要去按啦，你这样子这个地址会崩盘啊，不行！要确认这个是不是 bug？ 我等一下，我等一下那个东西就全部涨价了。要帮你确认吗？我去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哦，没事。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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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正常。没事，没事。那我要先去偷拿钱。所以领是附近的人也会不小心感染，对，就是那个范围内可能会有一些感染。哎呀，还谁啦？我帮你领钱的，你没有那个体验感的。哇，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一起领到也不错哦。好神奇的 ATM， 684耶，在旁边也可以领到，一起领一领。啊，672，哦，六八一，这个马铃薯真的很难啃呢、欸，可能就有发现什么？手上是拿钻石，换附魔的附魔啊！完了，完了，我们要回溯了吗？我们的钱都不见了吗？完了，我领到669的瞬间它断了，我是领完还是还没领完呢？完了，要撤酒。你要出事了，你小心一点。完了，我的衣服也放在附魔的那个箱子里面，我也出事了。大家都出事了。现在还是不要做会出事的动作好了。对不起啊。好笑。为什么嘞？嗯，我不知道耶，又开始卡了，不知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耶，砰砰，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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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看来大家都在同一个伺服器哦。我刚弄完了。啊，我还没去耶，去看一下。所以这也是轻松 happy 说。他那个领完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在时间内？他有时效，他有时效。对啊，他有。他有繁体中文的，好酷、喔。有咯。嗯。哦有。刚刚说已经支援繁体中文语言了哦，太棒了！哇，那个游戏我进不去。哦，对，哇，我也是进不去的那个。啊，你也变了吗？你也 ban 了？对啊，我被 ban 了。你是莫名的被 ban 了吗？对，都跟发发一样。他那个每次被 ban 嘛都是莫名其妙的啊，好扯哦。对，我之前也被 ban 过，被 ban 过。我开心就 ban， 我不开心就 ban， 要不要玩？我的天哪！哦，可怕来了！哦哦，刚刚是吃面包吃超慢，我刚刚是一瞬间吃两个，怎么回事？哦，你很饿哦，你很饿，是吃两口哎，很强哎。啊。还在，你看你的669还在不在？有在还在，好像还是顺的 ，OK， 好像是 OK 的啦。对对，我们等一下副作用看你们。等一下副作用，对的啦。
哇，你确定要先冲吗？啊，先冲啊！正常啦，应该可以啦，可以冲啦。那先来附魔了。我想先把他的潜能属性弄好之后再弄好。对啊，哇，我那个有，哇，那个有三条的啊，可以先穿的啦。不是你先有修补，可是阿尼的那些轻盈那些都有了吗？强化书什么的都还没弄啊。不是 啊，反正之后不是应该可以钱滚钱吗？我们应该会有可以赚钱的方式了吧？啊，要盖啊，你可能要盖那个对呀、啊，那个副本之类的。哦，对耶、嗯。可是我不修补，他那整件装就要炸掉了呢。那还是修一下啦，用钻石修啊，用钻石修啊。好贵耶！你看你刚刚花了多少颗钻石？你可以做多少装？哦。可是做很多招，我不一定可以刷到这个属性啊。哦，还有三排攻击了呢，可以吧？哦、三排攻击可以的呢。对啊，我的帽子也有三排攻击。攻击也好强哦。啊？哎、欸，不是你，不是用刷子。哦對啊、看到我吓到了。有啊，看到。好，我把拔掉的是那个之前的遗迹那个先拔掉，然后补血的那个汤的那个。现在也没有卖嘛、哦，所以那个也拔掉了。嗯，然后副本，听说副本也拔掉了，因为现在目前没副本可以打。嗯，也拔。然后自己做个商店贩卖的那个拔掉了。哦，低，好低。还有这是什么？好低。彩票也拔掉了，东西都全部都先拔掉了，现在就是只有必要的几个。现在是顺利，看起来是蛮顺。嗯，目前是 OK。对，看起来还蛮正常的。哦。哦、oh, oh, ，是吗？为什么卡一下卡一下？对，好像会卡一下卡一下，好像嗯，哦呦，哦你好像很强哎、欸，你好像很成功哎、欸，哦，我今天好像很成功哎、欸，可是可以不要放在这上面吗？啊，你为什么不要在这上面？你说什么？不然你就你都冲了。哎、我不知道哎、欸，反正先累积一点我的那个嘛。啊，我知道了，我的游戏都抽不到卡哦，气死。哎、欸，阿尼不是上礼拜才有那个吗？什么招募券的？那、no, 我都救不掉，游戏出了新角色，想抽都抽不到。哦、又一个大成功哦！你是不是？哎、欸、哎、欸欸，不对，我跟你们说，现在这个几率 up， 哎、欸，你们来抽，赶快趁现在来抽，我看也抽哦，真的吗？对，相信我，不太一样哎、欸。不一样哎、欸，不一样哎、欸，是啊，他冲的是生命卷，不一样，生命卷哎，可是他已经没过三张了哎、欸，他已经没过三张了哎、欸，有点惨哎、欸，这个啊，他没过五张了哎、欸，这个不是那个池子嘛，对不对？这个几率不错哎、欸，不是嘞，70%只过五张哎，这个几率不多哎、欸，哎呦。啊，僵尸会掉的，骷髅。哦，那丝绸真的快爆了，还跟小雨的鞋子一样，岌岌可危。对呀、啊。哦，我想到了。嗯。哎、欸啊，是不是都骗人的？对不对？你也觉得吧？啊、哈先生，哈先生，出事了！我要跟你换刀，你的刀在我这。啊，对，你的刀是哪一把、啊？加七这个应该是。加七的。哎呦。耶，嗯，凶啊！然后装备合成的，我放上去看看会不会这个。好，好。哎，嗯，是你哦。嗯，哦，哎呦，嗯、不错哦。这这这很不错，可以先去弄个修补。哦的，我问一下，骷髅的那个十字架在哪里啊？还是被拔掉了？在那个啊，骷髅在吧？还在啊，一直都在、啊。在这里啊，在我这里。骷髅在这边而已啊，在旁边而已。哎呦，在十字路口旁边而已啊。对啊，是就卡了，卡了。哎、欸，对，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咯，就是它吗？哪一个装备合成吗？对，嗯，装备合成。哇。暂时还不能装备合成了，抓到你了，消灭，抓到你了，他被消灭啊，死掉了，问题的源头被消灭，嗯，他是灾厄，
哦，对，又顺了，就是他，是他，抓到虫了。之前不是没死，还是有开过这版本吧？知道哎、欸，哦，叠二了、哦。可是这两个版有改那个吗？没有改到那个，照理说没改啊。对啊，指定应该没什么改。那你、啊、奇怪啊，怪怪，改叠。对，去。哎、欸，团啊，你对《辉夜姬让人想告白》有看过吗？有啊，那个我看啊，那很好笑、啊。那雀魂快联动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啊。那你要抽吗？我有150个星物，应该可以接拉一次吧。哦哦哦！可是他那个有150个，这都很香哎、欸。我也是。那个时候为了抽狂赌之烟，我花很多，所以那个心我一直留着。我前次看到有正太在 up， 我就抽了。啥耶？好爽哦！而且我有抽到，好爽啊！开心，太开心，好开心。那你们是想要换哪一个？我觉得出来之后再看看。哎、欸，怎么可以收据可以不用用狗了？我抱着满满的希望，想、我要来抽看看，结果哇，有流星可以抽到一只狗，我心情很复杂，好不好？就是狗脚吃哎，那狗很香哎、欸，干嘛？狗狗是男生不是？是啊，是啊，是啊，可能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啊，是出哪几只啊？不知道，感觉就是那四个啦、啊。我也觉得应该是。对啊，啊对，上次是不是中介蛮死掉了？嗯，对，他死了，要重弄了。那我们要不要改个？可以可以。plus 的。普大树版本，那你们需要树叶吗？我需要蛮多的。好，那我要去捡树了。好诶、欸。啊，对，这里会爆装。反正我很多题、欸。我是要问哈记，那个生物太多会消失吗？那个还在吗？欸，还在吗？我不知道，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应该是没的啦。哦，那应该可以盖另外版本了。啊，对，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对了，那个这个没人。好，放我的牛早就消失了。对，不止牛吧？对。我直接用冲斗，五了哎，哇，好狠哦，好扯哦。好了，今天额度用完了、就这样的。你有看到你全都是绿的吗？不是，对啊，前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他几率有改过，你们去看，就是现在比较清明，有吗？哪有？哪有？不是，那你为什么看到前面的人血流成河？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刚刚？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爆装的那个爬树比较清明哦，比较不会爆。对对对对对，哦，对，你可以去看。然后下一个砰，那就没。奇怪，加倍怎么？是不会爆吗？就没有办法。哦，你说，哦，5%哦，5%哦，会爆喽。我知道，我要换了。5%而已，不要怕啦，才5%而已。5%可以啦，好不好？5%没那么容易中啦。你看那个抽 SSR， 你还要用吗？你先，头破身就过。哎，蝙蝠侠！哎，好扯哦！你说发发用保护吗？可以啊，用啊。为什么不要？你可以先付一次，然后再开始叠东西吧。嗯，他可以弄下去，应该不行。嗯，他可以拿去洗掉啊。没有，就是你可以先用一般30等的附魔，先帮他附一个，然后对啊，去叠修补这样。可是他现在有修补了。对，现在已经有修补了，对哦，你有一箭双雕耶，好快！你领钱了没啊？我5-6就好了吗？哦，三条攻击，哎五，不要让他爆掉就好了。他最高是10啊，6哎，那我要保护10吗？看你要不要冲，可能那个后面会爆装啊，你看他上面后面就会有几率会爆开。那我应该要升耐久，对不对？那可以啊，都行啊，都行。一个是比较耐用，一个是比较不会痛，你选一个嘛。嗯，好，先这样好了。好狠，这冲烂都好奇怪。
怎么这些都很奇怪，什么鬼？这冲冲的运气啊。没有啊，阿旺也吃过啊，很赞哎。抓花刚有那个。哦，没有，好像有一点趴树在。哦哦哦哟，好扯啊！刚大家都杀成功哎，今天。阿布啊，几率阿布，先这样好了，该爆了。该爆了吧？对啊，你才该爆，不太好哎，主办。四个月没看到，大家快笑他了。有了，那我先把树叶塞在这里。好、啊你先用，你先用，你先用。我想说你在看着，你要用。耶嘿。玉娆岩浆，武器忘先拿去冲了，这是怎么回事？马才真正看到的啊，奇怪了，好羡慕这个塑料鱼，你怎么那么多？啊，你有什么几颗？财富自由啊。还有去找那个财富自由洞啊，对啊，还有一个奇怪的财富自由洞，自由洞是怎么回事？他就去那边搬黄金回家，对耶，目前不够用了，去搬一点回家好了。你这个，哎，爸爸，你这个水位要记得。哎，你最后怎么冲一个幸运？这个幸运怎么了？你怎么了？爸爸，爸爸，你知道就是每冲失败，它有一个失败加成。对，哦，真的假的？对，哇，你看上面的几率，对对对对，已经没了，谁又掉了？有一个几率不正，对，没事啦，没事。就是失败越多，很浪费，会有一次浪费的。你的眼泪掉下来了，哎，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冲一次25%的，没过他可能下次变28%，没过下次变31%，然后套用在所有的。东西上这样子，对，加上去，对，当时有人为了这个杀人，真的假的？有啊，真的啊，真的。看一次就过了，安全啦。可是你刚刚，你看你刚刚吐血吐的很好吃，哇，这个幸运。哇，你要准备去财富自由了吗？真的吗？可以吗？可以。可是才四而已。四比是代表没有好啦，比。哦，对啊，对耶，水晶洞那个也会有影响哦，会啊，少洞喽。那我要来试看看了，好诶，幸运，冲幸运喽。嗯，请问你的洞会外包吗？外包吗？外包，外租啊，外那个租借，租借场地，场地借用半小时多少？那你卖金石吗？卖金石，直接卖石头吗？直接开卖。我没有，没关系，你还没抽，没关系，我帮你抽。哦，我花钱抽。没有，真的是花钱抽卡哎。有他专门卖卡包的吗？对。啊，我可以偷偷去看影月的那个紫金洞在哪吗？啊，我现在不在那边，我现在还在冲稿子。哦不，哦不，啊，等你要去的时候。啊，耐久，哦，你耐久好高、哦，耐久，你要冲耐久值是不是？没有，我点你要当这个伺服器第一个神装的吗？第一个神装，我刚刚哇，五位在哪里？五位，我真的不怕了呢，不怕不怕，五趴，30%过，5%会爆。嗯，五趴不怕啦，我怕啦，一个大幸运够了，一个大幸运够了。哦哦哦，真的是突然卡一下。嗯，改一下东西。好，好。我幸运有感呢，好多。对，真的假的？有感，我要去到处挖煤炭回家。啊，我要去。早哇！大家都五了，大家都五了，哇！钻石的都五了，狠哦、太狠了，太狠了。但是十突然会卡，现在突然有点不卡，很奇怪。白木，我不会控制我的飞行的，完了，他只会横冲直撞，没办法飞。今天我乱流，不要飞。对，有点危险。我不敢去洞穴了。不要去，不要去。今天还好吧？
啊，那就拉高一点。我靠！两只金银怪，日期1335。嗯，哎，我有点忘记我们家附近在莽原这边有一个十字架，这个是在标什么？莽原十字架，应该是骷髅的僵尸，不是骷髅，那僵尸的僵尸是怪砖，是你那个时候弄的吗？对，好的。发现我村民那边好像太近了，他们不会生了。对你那个床太近了，再拉远一点。你看，或是你看你的床要不要往上架高？床架高？对啊，就是让那个，反正你还是或者你繁殖场再挪远一点。我是打算改那个啦，跟村民的那个房子改远一点好了。交易所。对啊，可以手拉远点。嗯，你可以想，你想想，好好想想，你想想，我会成为黑曜石魔法师嘞。嘿嘿，会呢。哇，我有两颗魔石了，我好像有两颗还三颗。是现在魔会太早的，没有丢那个、啊、金，那个丢那个水晶丢出来。啊、哦，好好。魔石有24颗哎，你太夸张了，就是财富多了。不好意思，可以大声一点吗？这样后置听不到声音。你说几颗？就对二说出来，说出来。啊，怎么变十四了？不是24颗，24颗，好扯。哎呦喂，24颗，你是抽了多少啊？他就一直挖财富自由洞、啊。你知道我的重置石有一组多，型人石有一组多。他知道啊，他上次翻你家，你还是说不要讲出来，还记得吗？翻了一下，你也知道，那就对啊，对啊，对呀、啊，不一样，怎么的呀？怎么的吗？好爽哦！啊，好像这样子吧。忘记你对，你在写什么坐标？哦，就是基因怪的坐标，因为它有时候会突然消失掉，嗯、就用打字记录，就像那个啊，有没有早期的喽，会记录一下对手闪现的时间。先打下来，对，先打一下，先打出来。5分钟后，5分钟后，对，不管记不记得啊，有打。我都跟你讲了，你自己不注意的，不干我的事、欸。这以为是基因怪要求哦，我们有一只。哎、欸，他把我的武器弄掉。他把你的武器弄掉，太强了吧！太强了吧！对，还是不是我按到？改成只要有 boss 出现，上面有血条的时候，就是防爆。嗯、现在就防爆。好诶、欸哦，不管谁都一样，是每一只都有的。对对对，哦，好的，你好棒哦，好棒哦！我发现上次那个铁巨人丢那个炸弹，德斯心太大，直接炸开，直接炸烂，直接炸烂呢。因为我那时候迟迟不下去，就想到那个铁定地雷是不是会爆？你们下去说哦，好、啊、会，会三杀。我其实没有打过铁巨人的基因怪，所以、哦、我也没有印象。他是会爆炸又会回血的角色，他、啊、那个很烦呢、欸，很可怕。长得像芝麻的猫，天师很偏，长得像芝麻的猫。好，我去看。是真的芝麻还是那个芝麻？在哪里？食物的芝麻吗？对。哦，哎、欸，对，我没有带鱼肉在身上。芝麻开始打捞喽！要带钓竿哦。这里是哪里啊？这里离家很远吗？一小段吧，有一段距离，跑一阵子。那我记一下。真的是有在长吗？你说紫金洞吗？对，你不要去那些了啦，那些你要问雨月的秘诀啊。
对啊，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对啊，他就只是这个洞而已。还是这是你在道啊？还是你在轻松末日的职业气场？就跟哦，他结界师是不是？对对对对，就跟一拳超人一样，有没有？每天交互蹲跳啊，仰卧起坐几下，哎呀，就变强了，然后就变强了，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他怎么可能这样就变强了？他现在有去健身房的，真的是一半以上都要变强。那笑死！是啊，健身房的去健身房以上的都是光头。我没有说，我没有说，那是你假的，你玩的。没有，是我说的。是啊，他们的强度没有到那个程度，好不好？他们还没强到变光头，等到他们变了。哦，所以说光头很强，他可以一拳把一个建筑打不见的话，搞不好就光头。OK， 我就你宁可光头，但打变很强，但打不死一只蚊子，有吗？啊，蚊子都在你的背上，不行，这样很恶心，这样像变百身兽，这样不能好好睡觉。背后是最安全的地方。会卡，肌肉会卡住，手伸不过去。哎、欸，可是那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啊，刚好教练在，然后聊天室有问教练说他是真的碰不到，他有碰到、欸，哎，就柔软度的问题。他是、啊、那他是有在就是放松肌肉吗？哎、欸，可是我当时我现在没了，我当时有练起来的时候，真的快摸不到我的背了。就是肌肉会比较紧绷啊。对啊，就是你要适当的去放松它。对，你的柔软度可能要比别人再加强一下，因为你有障碍物卡住。障碍物，你中间有一点就是距离。对，那中间距离感有点强。像我肌肉应该也不少哎，像我这样子弯腰，我肌肉吗？那是肉吧？这是柔软度，这是柔软度。哈哈哈哈哈！阿纪，你那个是你的筋没有拉开啦，你是筋没拉开啦。等一下，还是那个其实是腰不太好，因为我现在腰也不太好，也不太能弯。可是我也不是说下去的时候会一拉拉到会痛，我是卡住会卡住。嗯，所以他们有一点距离感啊。对，就是距离，然后有东西就是下去会不是酸是痛，肚子会痛。就是，你啊，你的内脏打结了吗？哎，对对对对对，打结那是真的啊，是真的。我那真的会啊，我不能跑步，原因是因为我的内脏会打结啊。啊啊，好恐怖哦！这回事，就是我每次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家跑像我，因为我以前跑步没事，可是我上国中之后，然后那时候在跑那个男生不知道跑什么几千公尺，2400还是多少？1600。对对对对对。那类的结果，我那时候开始跑的时候，就跟老师说，我老师我肚子很痛，他以为我在装病。老师知道很后面，就是我不管怎么跑，就是都会有这个问题。后来去问那个一个我同事说，他很喜欢跑步，他说会不会是你的内脏在打那个，就内脏打结了，就打架啦。我说是，你是不是太瘦？因为有说法是，因为你还记得我上次有跟你讲说我有那个很像什么？那个橡皮人综合症还是什么之类的，嗯，我在想会不会就是因为这原因。我是跑步，我的肾脏那边就是腰附近会很痛，对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超爆头，好神奇哦，就这样子。嗯，哎呦，嗨，你好。因为我不是，我传了两个人都在致富，啊，在发财啊，在等，是不知道路在发财啊，有人在家吗？啊，他才，我在家，我在家，听到24颗，先下去找痛，啊、我在填洞，你刚才穿过就掉洞里面去，哎、欸，你可以飞我，我超快的，你超快的，真的，超快，我距离天国的距离只有2格。那很危险的。是谁把我这个紫金洞往上的路填水填起来？怎么回事？对，我刚刚挖出去，然后有水，我把它堵起来了。哦、不是，不是那个水本来不是就要堵起来吗？不用堵吗？哈，不是，是你现在我现在是不是上不去？你怎么堵的？等一下，那水应该等一下就不见了啦。
好，太高了。如果你等了一个小时，他还在那，那我叫他等一小时，我叫他太久了。一个小时，太久了，太久了啦。好恐怖哦，在叠空气呀、啊！没有，在叠树叶，结果叠到叠一叠，就是它变成很像那个屏障方块，变透明的。我在叠屏障，怪怪的。哦，杰克，你可以拿那个吗？牧场那边箱子有树叶，帮我送过来。现在挖一般的矿也会掉那个水晶诶。会啊，本来就会、啊、有幸运就会，没有本来就会是特别的矿物物种就会，特别的矿物物种，然后至少要有幸运一以上就以上哦，难怪我之前都是用耐久，你只有耐久而已，对，很有感呢，幸运是。那、你们说牧场是哪里啊？牧场，伐木场啊，我家前面伐木的那个。哦哦，你是听成畜牧的牧吗？对对对，我听成畜牧场的那种。我想他的机箱没有啊，哪里？就没有这。我要把这个小全部挖掉啊！我发现有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小的几乎都没有在长哎、欸。什么叫小的？哦你说揠苗助长哦。对，因为它完全就没有在长啊。这一颗已经长了四哎、欸、几个五个水晶，他这边已经给他机会，完全没有变过，是不是在骗？他只是不想长大而已。大器晚成哎、欸，那我要把它敲掉，气死！完蛋了，谢谢。他的营养激素不够啊，在搞他。不是他完全没有在变大、欸，你会后悔有没有？我不管，反正没得动了，下去。你挖的下一秒，它就要长大了啊！有人把一个不可能水晶簇挖掉了，是不是？你挖太快了，是不是？没有，是挖到团团的头。我跑来看他，挖到团团的头了，哎呦，好痛！我来看一下这是哪里。所以挖下去的瞬间蹦出个头，这样子。哎，没错。这边啊，这边可以。哎，哪里啊？有一边可以。可以找到吗？这里可以上去了。好的，你是挖开来看到一个团团头，瞬间跟你说网购可以买房子。哎、欸，我那个语气是厉害，真的好凶，你真的很凶。超好笑，不是一堆人在那边说网购可以买房子，就想到底有谁只会网购去买房子？而且连看都没看，这件好像不错，下定。我而且很多人也就是讲，你知道，我就觉得很好笑。对啊，聊天室观众也都在讲，我觉得超好笑，就真的有啊，有啦，他只有资金而已，不会吧？你想，如果搞不好超有钱的人，他真的不 care 啦。对啦，是有机会，我觉得是有机会的，真的是有机会。不是，对啊，确定是那种过一阵子真的是躺着的时候的房子吗？那个也是蛮贵的啊。哎、啊欸，可是你说的那个那个真的有网路买 的，那个有吧？那应该蛮多的。有啊，那个而且他们还就是特别故意在那种推出会很会推网购促销的那个节日跟着推，不知道在干嘛。很过分哎、欸！对啊，不是之前不知道什么 Switch 搭配帮你买一个什麼？对，Switch 搭配同款Switch、哦，救命！超傻眼！他的真的是可以玩的 Switch 吗？还是纸扎的？应该是可以玩的，然后再搭配一些奇奇怪的东西。没有要这么大啦，你要这么大、啊，这么大哦？对啊，不知道多大吗？好扯！你要解那个吗？贯穿一次两只？哦，可以呀、啊。这里有两只，两个是残血的。看你们自己技巧，我这里有那个贯穿弩，快过来！爸爸先去，我先去吗？因为你先说好、啊，我要这样。没关系啊，你们去好了，我有点懒。哈，我都说啦，还要起没有？我以为你敷衍他。哦，你敷衍。我没有。你在敷衍。不是很多碳呢、欸？哎、欸，地板。哦地板，哎呀，箭矢，我去哪？有了地板啊，这两只等一下，等它集中，啊，那只跑上去，
然后刚不是聊到那个李宁可啊，然后、我来问这个问题，这时候这个问题是我那时候在跟团团他们吃饭的时候问的啊、那个问题呢是，就假如你在聚餐的时候，那你手上就是结账的时候可能总金额是2000块，那有一位朋友跟你说，我有一个7折的折价券，那我这餐我不付钱了。哦，那你们觉得可以吗？我觉得不行。有一个7折的折价，有几个人吃？四个人吃，叫四个人吃，他折下去是折了，折掉他自己的部分，又折了别人的一点点，这样子。我你们觉得可以吗？我觉得不会说什么，不行哎、欸。跟这个人出去吃饭，对，我就可能不太想跟这个人吃饭。可是当下他如果这样觉得的话，就OK。就是对，我就会就好啦，这就算敬你好不好？就是你居然讲得出这种话，你也有很好笑的讲出来。吃饭那就让你这样了啊，下次吃饭不会再找你而已啦，没关系。下次就没有你了啦，哈哈。因为我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很不行。但是假如好了，假如这个人他把、他就说那个我没有大我只有大钞，那这个我拿去结。这个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因为其他人不知道，所以就不会那么的 care 吗？可是没差，你不知道那就没差。我说我不爱狗，我去结。那其他可是呢有一个延伸问题，你先讲。哦，因为我说，如果他是这样付掉的话，那代表你们有人付的钱，他会收进口袋拿走，那更不行。哎呀，这样很过分哎。对啊。他来吃一顿饭还赚钱哎。对啊。其实我觉得啦，如果是说他在超事前的时候先跟大家讲，大家同意就这样子出来，那就没事。哦，对，如果去吃饭前他先讲，那可能就还好。好那我应该就是跟他说我那天有朋友的事情所以我跟他出去可是总比你当下他拿出来跟你讲说、我不付钱我这样好吧对啦是没错、对啊有一个延伸问题就是、那如果就是有消费券呢就是之前像那种五倍券、这样子的话你们会能够接受吗那个消费券他还是有付钱可能那是折价券呢刚刚讲折价券呢、可是因为消费券是那种东西是会有一些折扣，就是可能店家会说哦满什么500多送100块这样子的那种概念。但如果他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就是说，我这边有消费券，我只付我这个消费券的部分。然后可是不然就是说，就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用消费券代替钱，你们能够接受吗？还是？如果就是我没有跟你们大家讲说我现在身上有消费券然后可是我去付钱我是用消费券付的可是就是消费券会有额外的那种优惠那你们能够接受吗啊我觉得这我还好诶、我觉得就是他也是付出自己的钱啊就付出同样的原价的金额那就没差对啊没差你知道就是店家额外你知道会有这个的问题啊我那个时候有想到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问他们有一个那个问题我看到的是好像在底卡上面吧他们是讲说情侣出去吃饭然后呢、就是男方付钱嘛然后呢女方看到男方是最后是用消费券去付那顿饭没差然后女方就没有我也觉得很没差但是 女方就好像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跟我们出来约会吃饭是用消费券什么然后好像就跟他说不然呢要放在那边花蛋哦花掉吗我自己也觉得很莫名其妙这样子啊就不行了他就觉得说消费券是他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啊那个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说 有折扣优惠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你连跟我出来吃饭都不愿意多花这一点钱对对对 对之类的这种话好像讲类似这种东西太小朋友了吧疼了吧能省则省啊不然都放给他烂了、我就觉得很莫名你知道很怪耶对引他上台赏他耳光没有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在好像是应该是底下上面有看到但是对反正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下面一堆人在讨论然后其实很多人也都是跟你们讲一样就是、这个也是钱啊对啊对啊对吧反正就好吧所以才会刚好想要这些然后呢就都一起为我就觉得除非是就是就他用消费券然后可能有折100他跟大家收完那个100收到自己口袋里面我觉得不行其他都没差、对
是这样子。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就是跟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显卡2060，然后他就是直接送给那个朋友，然后结果那个朋友就是可能升级显卡，然后他就是把这张显卡拿去转卖，可是他是先斩后奏型的，他就是说，哎，就是我这张显卡拿去卖掉，可是我已经买了卖家，我只是跟你讲而已，然后可能对方就直接说，就是我这边的朋友就直接问他说，哎，那有分红吗？你们觉得这个钱该拿吗？就是该跟他要啊。他如果当初只是跟人家借啊，他把人家拿去卖掉，那不行啊。哎，那不是分红问题，是那个所有钱都是他哎。送他，我觉得我有钱就没什么好那个的啦。那就没他的就没有没有对啊，送他就是人家的啦。对啊，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这里踩的点是，可是我送你东西并不代表这东西你可以拿去卖掉，就是会觉得说感觉你的心意被糟蹋，被他拿去卖钱这样。对啊，可是我觉得所有权已经是别人的，转移了哎、欸，哦真的吗？就是说你拿去卖，我觉得你糟蹋我心意，可是这个东西是这一个事情是归这个事，那要不要跟他拿这个分红的钱是另一个事情。对，哦，应该是说顶多就可能会想法会变成是说，那以后不要送你东西，反正你就会拿去卖掉，对对对之类的，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哈，可是拿那跟人家拿那个钱蛮贵的，对我自己会觉得蛮贵，对。我是觉得是所有权已经转移了。我真的假的？我这边踩的点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方的态度是先斩后奏，那种感觉真的很差，会很差。可是我是这边反正他说我不会去特别要，不过就是这个朋友，我就是跟你们说的一样，就不会再就肯定会结婚呢、啊，就是对对对。对啊，我就觉得哇，就是现在什么人都有哎、欸，好酷哦。很神奇耶、欸，就是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人会拿别人送他的东西去卖钱。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像是，就是他现在要升级电脑，他这张他留着，他也没有用，就是长灰尘而已。对啊，没有啦，没有。我意思是说是，我意思说是他可能刚好需要，然后呢，比如说 A 需要，然后 B 送 B 就说好，那不然我这个送给你。然后没有想到 A 是直接拿他送的，马上直接拿去卖掉。哦，如果立刻那就不行了，立刻那就诈骗了。哦，他不是立刻，那就很过分。对对啊，他不是立刻，那就应该就真的是还好。就可能只用了一年，然后他就是升级。哦，那其实那我觉得其实 OK 啊，那一年也很久了哎。对啊，因为我你知道我刚刚听到你讲这个的。前提我以为是说可能不到一个月，然后直接哦，那这样很过分。对，我想说这样也太过分了吧。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哦，就是有点像是，可是我是拿那个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有时候出去，然后不是都会有时候什么赠品不得转送那种概念。我的想法是比较偏向这样，就是哎，我今天送你这东西，可是你拿去买，你就很像在就是让别人的心意。有点被抹掉了。我觉得要买，因为这东西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也不便宜。那就是我今天这边给你，其实也是因为你当时候急需。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希望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今天不用，我就直接拿来还你。然后你现在想要把这张显卡怎么用，就随便你。就反而不是直接选择拿去卖掉，我就觉得有点小过分。所以芳芳也是希望对方如果刚好用就用完，他换下来，他那一张旧的还你，给你放着。我觉得就是可能会问我说，哎，你这张还有什么需要，就是有什么用途，然后就一起讨论，而不是直接选择说，哎，我已经找到买家了，我要把它卖掉。哇，这感觉就是不太一样。那就不很好了啊！可是我觉得他至少有跟你讲哎、欸，而不是你很久以后突然可能问到说，哎、欸，我这个说没有那个早就卖光了。哎、欸，真的哎、欸，对不对？好像有道理，我觉得还好哎、欸。好、哦，他们刚刚突然又讲到另一个一个事情，是说，就是因为像你们应该就是或多就是他讲的例子是他跟那个啦前男友的。就是、就是他跟前男友吃饭的时候，就是前面几次吃饭都是他前男友付钱，就是就直接付他的钱这样，然后他想要女方想要付他自己的，他都死不要死不拿这样，然
然后后来呢，到最近的时候，他就跟他聊天，然后呢就问说要不要吃饭，然后的他们就聊到说要吃饭这件事情，然后就那个男方直接说，哎，那前几次都是我请的，现在换你。好，我看，我觉得这要请客前就先讲好，说之后要就轮流这样。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听到应该也都超傻眼，你不觉得吗？我刚刚讲啊，就是我觉得他变成说我给你这个意，我给请你的东西是我给你，你之后一定要一定要还我的感觉。对，对，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这看到会觉得感觉有点差差的，对，逻辑会不太好。不然就是那个字眼可能要换一下吧。嗯，真的。因为除非像是我今天有人请我，然后我要给他钱，他一直都不接，那就说好吧，那下次换我请。那等到假设下次吃饭的时候，他说那这次给你钱哦，那没问题，那我当然 OK， 因为我讲过这种话。嗯，对，没错啊。只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好像说请完之后就这样啦，就也没差。对啊，就是请就是给对方一个心意，但没有要对方去还你这个心意。对啊，对啊，对啊，嗯。没有错，不过没事吧，反正是前男友了。过去式了，过去式了。没事啊，不用想太多啊，已经过去了。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还好。哇塞，可以可以。精辟解说，对吧？毕竟都前男友了，好笑。没事啊，已经放生、那個、放生。嗯，发发，今天给你那个 SSD 拿去卖了，没有戏了。可是我舍不得。不会、欸，我说真的，如果真的不需要，你不就放在上面没有？你后来有查到用？我用了，我用了，我用很久嘞、欸，我用很久了。以为你是没有在用这样吗？因为这不是突然跑去问说、啊、你有用吗？哎、欸，没，还是没有。没有，因为我找不到那个，我找不到螺丝。可是我后面有去跟那个卖电脑的要，然后而且我还要了两次，因为我第一次又不见了。不要哭，你不要哭，不要哭啦，不要哭啦。我怕他。爸爸，你可以的。没关系啦，没事啦，不要哭啦。给你了，别了，我不会拿去卖掉啦，我拿去卖掉啦，卖掉啦，我卖掉我会跟你七三分，啊，不是五五这样啊，五五哦，真的，要没有啦，没有啦，哎，白痴，啊。哎、欸，不是显卡很贵、欸，我怎么想都觉得显卡很贵、欸，真的，真的会舍不得哎、欸。啊、嗯，可是我想法比较偏向是，啊、他今天要组一台新的电脑，然后那个二零六零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讲，有点不上不下的等级。嗯、哦，他二零六六零，也是你刚刚不是说二零六零吗？就是、嗯、就是他就是有点不上不下，就是他可能想要更好的。对啊。对啊。啊，想要。对啊，他如果想说组更好的电脑，可是就是设备卡在这个的话，然后他就可能想说啊，多少反正补贴一点呐、啊，补一点现在那个显卡的钱。那这样子，就是你们还会觉得这个人 OK 吗？就会觉得就要事先讲说你这个，其实这个我想要拿来补贴一点，问送的人要先讲，对、这个、对，就是一个告知的义务，是说你在之前就要先想好。不是说你已经决定好要卖了才做，这个感觉差很多。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小细节，对，啊、真的小细节，就是不会到真的严重影响到，但是呢，就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就是你对他的一些对感觉，就是感觉，观感对小观感，嗯、但是这是真的，一个小小的小细节还好啦，但是如果很多个小细节，那就完蛋咯会爆炸，会爆炸，很恐怖哦。才能等到，等到好恐怖哦！没有啦，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 detail 蛮容易，很多人都会忽视，然后导致于就是
爆炸事情，对，你知道，你知道我会这样觉得莫名其妙。我会这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有看过很多都是这样啊，就跟爸爸讲的一模一样，就是明明就好像也没什么，然后呢，可能那个引爆点也是小事情，然后结果呢，突然他们可以吵得跟鬼一样，你知道吗？然后，然后积少化痰，对，积少成多，我说积少化痰，积少化痰的，对，积少化痰，积少化痰，然后呢就病，然后就砰这样。对啊，哎，这个很严重哎，很多人都是不甘心，然后后面就爆炸，然后就说，你干嘛？之前又没怎样，现在那边大呼什么？啊你怎么拿那个把我送你的显卡拿去卖掉哈？然后还不跟我说，然后就这样吵起来了。啊，你不是说要送人家？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就吵不完，很恐怖哎，太看过太多那个吵架那个原因都。就后来问一问说，哦，原来是从以前到累积到现在，那个都哦，好可怕、啊。只是引爆点是很小的东西而已。嗯、对、嗯，恐怖。所以这时候就是有什么事情你就讲清楚、讲明白，你就够，不要累积在里面，不要爆出来，不然你会化痰。嗯，你会化痰。不要学我。我忍你很久了，哇哇哇哇！忍你很久了，哇哇哇哇哇哇！他说我忍你很久了，妈妈，来，我忍很久了，大家然后开始抓头发，抓头发，开始互相咳嗽吗？好烦哦！我忍你很久了，去看我的回饭。你要换你的回饭，回饭哦！你是不是又在偷臭？请问你在臭谁？又是换臭谁？不认识，不认识。哎、欸，你们认识吗？你不讲，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我，是不是在讲不好吧？不好啊，不好啊，不好啊，不好。我只知道去看我的 VOD 这样而已。其实老实说，那个我也是听巧克力讲之后我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是哪来的。那个是谁的？我还真不知道。你说去看 VOD 吗？对啊，去看我的 VOD。那个国外的。哦、是国外的哦。啊，我房间里面有两只夜妹，有没有人要打他？哇！我觉得先让技术好一点去好。我刚刚那个有四只让我弄，我弄不起来，算了。你们先啊，允月先啊，允月你不是没解过，还是你解过了？我还没有解，我只在做东西而已。可是他一撞我，我觉得他烦。那你打他？那你打扁了，把他扁掉。对啊，我打扁就了。把他扁掉。扁他。有人过来，扁掉。嗯，这只最大的哦，不好意思，你讲，没有，这是 AI。哦，这只 AI 笨笨的卡住了，那安全了。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看到血流成河的画面，哎，大家都很喜欢看到我们吵架，流血总比流汗好看啊。我觉得流汗比较好看，流汗好像哪里错了呢？是什么比喻啊？流汗是怎样？不是、啊、血流成河总比在那边辛苦的样子，就血流成河不是好看多了？哦，精彩程度的问题了。哦，对哦，那我想法不一样，我也有流汗是有呼吸之类的。哇，你们都好快。原本可能是刀枪走火。对啊，啊另一种、uh-huh. 对啊，嘿啊，你要看情况嘛，不好说。看情况，我应该枪走火就对了，不是啦，也不一定啊。啊，哦，有很多种意思，感觉有很多种意思。搞不好是打不打 B 摔跤之类的、啊，对不对？摔跤，对啊，僵尸、啊、肉体的碰撞之类的。哦、小野。摔跤师，不是你要在摔跤后面，然后再加一个肉体的碰撞。我意图，我觉得你意图是想要越讲越中间值的词哦。我只是想要让大家明白而已。对啊。OK。嗯。好色哦。怪色，很有色啊。有那色色的牌子吗？嗯。
应该没了。色色的牌。哎、欸，你可以看我的箱子里有没有？哦，我去检查。我去检查。突击检查。看他有没有色色的事。没错。不是啦，箱子都传我。哦。色管阿姨，你传你没错嘛？你那是你家。哦，可是我不在我家。可是你不在。页面越来越多了，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你的页面页面会繁殖哦，叫你解任务啦，解啦，那你们通通解啦，烦死了。哦，你要来之前多带几个羊毛哦，要羊毛哇！我刚刚把四个丢掉，没有啊，羊哈基那边有啊。哦，其实那边的羊很可怜，为什么？为什么那边关的好像四只羊，只有一只羊可以吃到草。啊，这个就是竞争啊、哦！他们是四个朝着轮流吃的、啊，没有啦。是这样，里面有个大石怪，是不是？有个大石怪一直吃。因为那时候是草长出来，有只低头才吃得到草。哦，对啊，就是其他的挤不过去。他这次吃，下一个人说可能换他还没肚子饿的时候，另一个先吃啊。哦，你经过会看到有只羊肚子叫、哦。可是他们平常都会吃、欸，他们平常就会自己吃草。对啊。不饿也会吃草啊，对啊，不饿也会吃，就是嘴馋嘛，对不对？没错，吃零食。大不了他们去吃对方啊，羊毛吗？哦，吃羊毛长羊毛嘛，对不对？可是重点就是他们没羊毛了啊，他们身上都没有毛了、啊，没得吃。喂，我瞎了吗？他们怎么说有？有什么？哦，有哎、欸，色色的牌子，你还有色色的金苹果。哦，你说那个亮晶晶的嘛，对不对？对啊，没错。啊，我要叫把它叫做色色的虫子。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应该是今天这么色的吗？对啊，哦，我重登一下，没等级，吓死我了。这里是哪里啊？我不知道，我随便跑了。上面有一只库里帕。哎、欸，这边坐火把过来啊！啊，解决了。哎、欸，你探洞都不插火把的？哦，我有夜视哎、欸。哦，然后挖矿有夜视，当你后面有库里帕，你就知道了。哈哈哈这里都没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东。对啊，你要火把吗？我超多哎、欸！我有，我身上很多。那你的羊毛地毯是要你是要羊毛还是羊毛地毯？是要地毯啊。三个怎么够？我不是说多带吗？三个，请问是门口脚踏垫吗？对啊，你可以带先带一脚踩干哦。你可以先带一组羊毛过来，虽然一组应该是不够了。这里好像没东西，我帮你解决它。帮你探路。你小心后面，你小心后面。啊？啊？后面？怕，有老师了。嗯，哇，你人好好。如果你要说如果是你，你就直接什么都不说了的话，对，那就是。他说：“哎，唐探，嗨。”所以你是因为这样，你们两个才会因为恶作剧下地狱啊。反正才比较下层呢、欸。下次我就我比你高层，下次直接 Q 出来给他看那个东西，他就会看打开包包有没有，根本来不及。坏、啊。哦，这里有。哦，这感觉下去还有什么酷酷的东西耶？酷，会有僵尸村民哎！哇，酷哦，酷哎！这太低了啦，算了，酷哎！那我把它杀了，杀吧！再见了，塞哟那，嗯。哎、欸，这是有人挖的吗？好直哦，这一条路。不知道，
他好像是人挖的哎、欸！出来了，出来了！是人挖的吧？不然很直哎、欸！不然是你怎么那么幸运、啊？安德一眼一眼搬的，安德搬的那也要搬蛮多的啦。安德很辛苦哎、欸！你要先命名，蛮累的啦。刚看我，等一下哦。你靠近我。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挖出来。挖。挖。好，你站我这个位置，往他那边推，因为他现在仇恨死我。好了。太黑了啦。太黑了。很黑耶。太黑了。你猫会生怪。太黑了，太黑了。对，火把啊！太黑了，太黑了啊！对耶，哎、欸，嗯，请说。旁边是个流浪商人，然后啊，天哪，有江城的耶！绑架他！好了，不要吐我了，好了。你离开了，哇！被突然断线了，好狠哦，好狠呢！直接离开比较快啊！哇哦！那你羊毛借我。下面箱子，下面箱子。哇，这条隧道谁挖的？好酷哦！很大一条。对啊，谁这么有耐心啊？我不知道哎、欸。我就知道你会接又大又大又长嘛、啊、哦、啊、OK 啦好啦怎么又大又长然后说又大又长的啊又大又长 啊你说你啊宽敞的啊对啊他说洞啊现在不是洞的问题吗不是吗嗯是啊哦哎我刚刚的确没想到是这个东西沙发不知道可恶真的没有魔物的贴图可恶我、哦、那只狸猫那只狸猫真的好讨厌哇你这里是哪里呀、啊？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真的不知道了突然看到有个隧道然后就跟着这个隧道一起跑来哎、欸，他是挖鱼骨哦那这人超有耐心的、嗯应该不是我吧？可以一直直走，最后看是到谁家附近。哦，哦，就是那个糖果屋有没有？对，好不好？是粉团对不对？糖果不是我啊，我没有，没有啊，天使怪物，没有啊，我去，哎呀。那团团，你要分享一下你吃香草酥的感觉吗？啊，没有啊，就都普通啊，还行，还不错。但是他那个蛋糕甜点让我觉得很棒，评价是好的，对，评价是不错啦，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自己也觉得就还好啊，可是不知道什么，Bobo就觉得他就是有一个香草猪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哦哦、那个猪的味道真的我没有想象中的香，很那么那个味道那么重。哦，对对对对对，就，但是我觉得蛋糕是不错的，他那个蛋糕，因为通常那种吃到饱的那种火锅店的蛋糕，通常有一些都会比较干，对、嗯、啊，然后可是他吃起来不会，而且他的种类都不是那种纯粹就是一格一格小小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是认真的蛋糕，对不对？嗯，认真蛋糕。不认真的大概长大然后那个时候 BOB 听到我我讲的居然是蛋糕而不是火锅其他东西他昏倒了他叫你吃了评价其他东西他满心期待你去评论那个香草猪就你在那边讲蛋糕那你觉得那家店怎么样我觉得蛋糕不错你觉得那家火锅店如何蛋糕不错蛋糕好吃蛋糕好吃还不错啊真的你觉得那家牛排馆如何？那个玉米浓汤很好喝。哎、欸，这关子抢的不好。知道。超顾左右而言他的好不好？哎、欸，蜈蚣的那个变流毒的那个，他现在会下来吗？他是不是坏掉了？
坏掉了。当初杰克你有那个，对啊，因为我在那边等一阵子，有听到哭公声，但是底下没有、欸。他有时候都要等上去看一下，上来看一下，两个人卡在其中一个道路这样子吧。哎呦呀！哦，他的水流让他卡在深怪砖那里了啦。哦，水流跑掉了。对，应该是就是挤在那个水深怪砖后面。对，这边要么可能要填起来，不然就再往下挖一点啊，让他不会卡住深怪砖。哎，你看可不可以把他再往内推一点点，往那边推一点点。好。你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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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我。出事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这个是推太大力了吗？不是，他进去就包括这种反方向，懂吗？啊、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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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勾进去吗？嗯，对，我是怕安德走过来的时候摸到他，摸到我们再造一只吗？好吧，可是牌牌比较缺，对，是啊，我应该可以开工了。开幕仪式。不动土喽，我猜咯。嗯，我忘记我们附近可以回血了。可以呀、啊，烽火台。哎、嗯欸，上次的红线是不是你画的啊？对啊，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原来是你。你在想那个红线的是谁？那我们那天在讨论那个红线是谁放的？我用的，我想说不是要画界限吗？原来看起来很像是从就是。下水道爬出来的血迹，这样完美吧？然后重点是那个血迹镜头还有一朵花插在那边，我说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我们怀念他，没想那么多。哦，有没有很棒吧，杰克？哦，好高效率哦，天哪！啊，可以去吃经验值了吗？对，可以了。哎、欸，哇哦！我说盖这个其实不用一小时啊。我要去看一下，好嘞，你们这一版的用法，跟我们上一次那个这样子吗？嗯，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说一开始的那个，如果说高效的话是，哦，高效这样子，高效还是高效？好大声！对，我在调声音，它好吵。对对对，这边要调一下哦。耳朵会炸开了，很小、哦，然后，哦，好金血，有钻石血血。那、啊、这边的话是武器伤害要高一点，因为它不是最弱势的。哦、嗯，对，所以会比较吃装备。不是最弱，最弱势的是不是更麻烦？因为最弱势的话，他升怪升下来的过程中没有这么好效率。嗯，特别会乱升。对，直接吸引他们来到这边卡住比较快。嗯，对啊，而且高效的装备又有那个加成会比较好。嗯，哦，我要耗在这了。哎、欸，中间马是不是死了？啊？为什么？我没有听到中间马的声音。对耶，是喊到他了吗？有可能。在哪里？啊，上面啊，上面走。哎、欸，不对啊，还是有打到他的。可是会吗？他没有那么打到吧？应该安德碰到了。等一下、喔。哦。哦。安德好强。还有潘仙。那表示。进行维护，拉线，拉线，维护，维护。拉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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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拉线。这边有一根线。紧急维修，紧急维修。小心一下。不是不是，小心一点啊。物理拉线呢？命名牌哦，对啊，那我家掉，或是跟那个村民交易到那个图书管理员交易到最后，对啊，图书管理员后面也有，对啊，嗯，然后这边缺附魔台书柜，我可以先偷看他，先把他拉过来的，对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有了有了，对啊，哎、欸、等等等，看过来的，先把他们拉過來，好，我先去插火吧。啊！先用看的，其实很快、欸。对啊，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不然就是把这个打掉，因为他
样其实顺不进来。嗯，还行啊。哎，你说到、哦、效率回到完全自全自动这样子。嗯，那先弄一下，先这样啊、等到等到有那个告示牌、啊。嗯，告示牌，命名牌，命名牌，好吧，命名牌啦，命名牌。还是你要一只中介嘛，然后拿着牌子，这也蛮可爱的、啊，好像可爱，蛮嗨的。那我先回家。Go G， 回家去帮忙吊牌子。吊牌子，那我也可以吊。海洋祝福。哦，有海洋祝福。啊，对哦，我也去附一个，都忘了。啊，你可以提醒我，我在家。你是提醒我的话，要死掉是不是？对，因为我会用正常的手段回家吗？No， 因为我这么正常吗？对呀、啊，我在家，我在家。那我们都回来，回家，回家。钓鱼六，你们要先问嘛，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回来？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想说方便就是虚空啊，很方便。有听到叶妹的声音了？有，三十，又是叶妹。睡过，睡过。哦，算了，多拿一点钱。来附魔啦！诶，看一下，看一下家里面有没有防爆卷。哦，哦，箱子还有命名牌吗？命名牌，等一下看一下，还是其实是还有的，没有了。是啊，因为我记得应该都拿去用了吧？对，之前用海豚的时候、啊，第一只是我自己钓起来用的。嗯，哇塞，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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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鬼，修补轻轻松松哎！天啊，对啊，哎呦，哇！好，去挖水，去挖水晶致富了啦！我要去了，我就想说，我今天要搞一把幸运稿。好扯啊！哎、欸，可是我的防爆卷没有吃掉呢。啊？哇、哦，好扯，好扯！没吃掉。你好幸运哦！就是放上去，它没有被吃掉。你好幸运哦！不管成功都会吃掉，不是吗？对啊，所以我才说它没有被吃掉。我看一下哦，那你按了、啊、看一下，没有啦，是刚最后一下那个五升七的时候。你有用防爆卷？对对对，虽然它只有5%，可是我很害怕。照理来说，不管成不成功都吃掉了、啊。对啊，嗯，哎、欸，钓到了命名牌。对、欸，哇，好囧哦！你好扯哦！好扯哦，好扯哦！命名牌，给我拿好命名牌啊！给我拿好命。哦，对，故意的。对，大成功，不消耗券。哦哦，所以大成功、哦。对耶，你是大成功。哦、好诶，赚烂了。好赚哦。你又再省一个。好诶，再省一张。赚。赚烂了，赚烂了。真扯。好扯，好扯。快点。耶，做好了，全自动抽卡机，全自动抽卡，全自动抽卡，不知道又有一点延迟吗？对啊，看一下，有延迟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啊，上次高校的那最后一个、啊，对对对对，哦你，全自动抽卡机，哎呀。他抽完之后再去吸，是不是？抽完之后他如果里面没东西，他会自己排到箱子里面去。哦哦，啊，对，当时设计这样子，对。哎，他等下里面没有了，像这样空了，他就会自己吸进来。哦，啊、因为动这个线，哎呦，哎，被吸走了一些。不在我身上，我没有。你要塞回去，塞回去。耶，拿一点利息好了。都来了，那这样我要扣在里面，要扣税哦，要扣税哦。勇猛的，
我直接住进他的抽卡机。住进抽卡机。对啊，我以为你会加一些，就是那种后面是过滤的。音乐好了吗？过滤的太麻烦，那个要很大、啊，你还要过滤什么铁矿什么出来。哦，因为过滤器的话就比较占空间。啊！被杀死了！你给我一枪杀死了！那好吧，他很活泼。哎，你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你再推过去，你再推过去，跟刚刚流程一样。他一定是看我，因为刚刚你死了。哎、欸、哎、欸，对不起，就他在咬你。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下去喽。啊，对，没有了。哦。你处理，然后这位观众下来，下来，然后这次是改这样子，好哭啊！哎，要回去了，偏了，歪了，我想歪掉，这样子会，你是要捅烂他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哎，那这样子，嗯，往后。嗯嗯，把他推过去，对，就是至少让安德摸不到他。对，哦，你刚刚看到上面他变成什么石，重置石的样子，重置石，把它盖起来，等一下、哦，盖不了、啊，这盖不了，过去，好了。哦，你笑，嗯，哦，他机甲前面的树底下是一头蜂窝，是不是？因为他附近有花，八八种的花。哦、，sorry， 切窗，切窗，拍几颗大，抱歉。小说，那还难得，害怕，吓死了。哦，我第一次。其实看到这个蜜蜂在采蜜，看起来太白痴了，转超久哎、欸，对啊，很开心的转圈圈。这边还有吧？这边不用铺吗？嗯，玩笑，你哪里？这里。要啊要啊要啊！这样子。应该没事了吧？可以了吧？再出事就只好再弄一颗了。弄不好哎、欸，应该可以吧？为什么那边不用栅栏，这边要栅栏？没有啦，我想说这就不要栅栏了。哦，就放着没差这样。对啊，因为刚刚有几个安德骑士卡在上面，然后算了。哎、欸，团，哎、欸，你嘞？嗨，好，你可以打火把，你把火把打掉。可以去对，剪菜。剪菜了。然后等下走隔壁的那个门进来。剪彩仪式，来来来来来，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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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如何来了，哦，好，我再是要用，你怎么拿蓝烧？是我耶，我啦我这把有蓝烧，对耶。会拿蓝烧吗？因为安德会顺来顺去，安德会发疯，哦，一直顺，对，好乖。忘了这件事啊。所以看这边可以放一个修补，然后没有掠夺的。嗯，不然那个会太多。对啊，我本来想说懒得做那个人的，不然那是连三。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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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嗯，纳尼？我们办到的。纳尼？什么东西？安德竟然走得上去？还在上面啊？没有啊，因为我放了陷阱门，可是他竟然有办法。呵呵，好了。只是家里面的时间，对，直接自取啊，对吧？反正时间应该还好，对，就看你，如果能一刀砍的话，那真的是更快，对吧？所以才会说这边比较适合这一种的，嗯。嘿嘿，哦，一拍碰，碰，碰，嗯，啊，可是这样需要更多的羊毛才能那个，才能怎样？你这样，因为我要放附魔台在这边啊，哦，那你往外拓没差，对啊，要往外拓，对啊，要怕他们走箱子，箱子有材料，箱子都有材料。有，我有带来树叶吗？那我要铺喽，还是不用？对啊，往外扩一圈。哦，这样。我有没有算的刚好？算的刚刚好，可以。可以。哎、欸。还有呀，安德是可以站在树叶上，但是是无法重生在树叶上吗？是这样吗？对，没错。所以不然为什么上一季也是用树叶铺桥？嗯，哇，那这边的话还要羊毛，换一下，个羊毛地毯，很多的羊毛箱子，好、哦、箱子还有，箱子还有，嘿嘿，我不断这样打不开。有一次，哎呀，喂，有了，你要两层高，不然他们走上去。你说哪里啊？羊毛地毯要两层高。哦，对 ，OK， 好的。对，这样就好了。可以啦，有了，嗯，好了，就可以来到再一个沙轮呢，沙轮一块哦，对，沙轮铁针，那就这样吧，陷阱是要这样用的啦，意思，哦，掉下去。等一下，我还没盖完这个就乱乱上去乱来。没有，我刚直接看他，我想说让他掉进洞里。好，有个站在上面了。嗯，还有的，上面有一个。嗯，那箱子满了，我想说他东西怎么都喷到旁边。这边还要补一下，嗯，补一补，就个积累哈。我睡觉吗？嗯，要睡觉吗？好，可以啊，就睡啊，都可以，想睡就睡啊。晚安，那我也要去睡啊！就睡啊，本人自己睡的，睡啊！玩累了就玩累了就睡，去睡啊！你睡啊！你去困啊！好了，
回去喽。啊，终于有一个可以大量获得装备跟经验值的地方。嗯，我知道都钻石剑的这一箱里面。要不要开一个，放一个箱子，放那个？嗯，说 good 香 ，good 的香。好，钻石 good 香在后面。啊？然后开一个孔金箱。红金箱，没有木头了。等一下再会听到。还要吗？还要箱子吗？我可以再做。可以啊，可以啊，把它弄两格的吧。钻箱应该很快就满了。好烂，锋利士三十等就只有锋利士，真的好烂。好少、哦。好硬，好硬，好硬。我们家附近有人有焚血桶，还应该说还有人有焚血桶吗？我有，我也有一桶。好诶，跟你们讲，因为护工那个不小心被我弄掉了，我要补回去。我在家。哎，你身上有？没有，没有啊，我只是传回家而已。我想说你、你说你有，然后陈冠，我以为是你身上有，误会了。那我只是回家而已啦。OK， 你要找到吗？没有。哦，这个看到了，有好有哦，好。阿迪亚多尼，有人打精英怪半了血，还在扣，还在扣。那小雨可以带个栅栏或铁栅栏吗？栅栏，我可以啊，我可以带很多铁栅栏给你，一个就好了。还有砂轮，还有铁针。好的。The ray。需要列一个购物清单吗？你可以打在聊天室购物清单，我等一下给你看。线上订购应该没有要 1.5 倍吧 ？Uber 币没事。又要 1.5 倍。那下礼拜才会送的、啊。我等下送过去有瑕疵，都是那个裂开的铁针。已经坏一半了。坏一半的。我家有两个。哎。这你要休一个礼拜。对，下一集啊、下一集末日的时候拿。下次就可以了，下次就可以了。下礼拜就可以了。再等一下，快很快。怎么了？怎么了？铁柱都杀人啊！有人开购物清单啊！对啊，购物清单，先放入购物车。嗯，意的。等夏日特卖再买。然后夏日特卖说、好像没有要玩呢、再看一下好了。啊、还是会买、欸？没有，等铁站98 off 再考虑一下。铁站98 off 太多了。好，那请问98 off 是使用了多少铁锭呢？头好痛，好累啊。好累啊、27加4，你不要算了啦。9好累啊！铁针是31吧？对，31，31再乘98 off， 不要去算了。3.1，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我没有。我不想知道，好累啊、他只要三个铁。I don't care 。三个铁加一个铁力吧。你砂轮放在那个啊，那个附魔台正上方也可以啊。马上用马上磨。这鱼看起来好丑哦！我等一下、你说哪只鱼看起来很丑？它紫黄色，你要吗？给你。拿去你家，我放你家门口。拿去你家，好丑、哦！拿去你家。对啊，好丑、哦！拿去你家。
请问，我还可以帮你做鱼缸，我帮你做鱼缸。不是啊，你家前面就有浅浅的那个可以放在那边啊。它会死吧？不行啦，你看。很丑啊，你看不行啊。很丑吧，放这里的。服了。对，它太小，因为它只有半个而已。对。明明就可以，蛮可爱的耶。哇，要把它拆走了吗？他把它拿走了，他把它拿走了啊！不要啦，蛮可爱的、啊。好像有点可爱了，那我还是搬回拿回家好了。那我还是拿回我家好了。刚刚当作我没说啊。没事。有，我有带铁嘞。哦，虽然我忘记做，可是我身上有铁。没有，我只是想要挡这边，怕我们躲下去而已。哎，好的。安妮妮啊，安妮都袂拉过。我被斗笨手。你可以贴着这边打，没有，我就在后面把珍珠先拿出来。好，嗯，哦，佛力，哦，不要燃烧，就纯粹佛力是不好吗？你这样就没办法用刷怪的，对啊，地方了，我是可以。在海边好方便哦、喔，还有热带鱼。对啊，对啊，可以直接绕。你其实可以挖一个通道通往海面，你知道吗？哦，可是你就不用上下爬楼梯了、欸。挖个海，不是挖个海啦，挖个海，挖个海，出来挖哦，那是蛮大的工程哎、欸，真的哎、欸。有缺等级的可以来中介刷咯。好，那装备也有分什么钻石啊、黄金的。哦，你已经帮忙分好了。嗯，看不惯的也可以自己整理。就是、有看到就把它捡出来。对，看到也可以捡出来。好的嘞。团，你看那是怎么把它塞下去的呀？他自己跳，然后就变亮了。嗯，跳就变亮。他刚好跳到一个点，他就直接站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放看，多放几次。完了，我快把那个水里面都挖掉。哦，不要再燃烧了。哦，我家淹水了。你家淹水？你家要出现海了吗？The ocean 填海从家里开始填，嗯，好，勉强来一把风力山。完了完了，很烟呢。贴着会丢回来自己身上。OK， 可以回家了。嗯。要去赴御水殿的修补喽。哦。噼里啪啦。我在外面。在家。回家了。在外面啦。溺水我来去捡垃圾了，看能不能捡到宝。去啊，那箱
那一箱的那些钻石装拿去弄一弄，应该蛮多的。嗯，我要捡金装的。啊，你要捡金装，金装比较好弄。金装也可以，啊，就两个都看呢，啊，就刷出材料，到时候可以合装备的时候就比较弄。对啊，金装文武牌啊，文武力啊。哎，那钱呢？哎，欸，李贺，哎，欸，李贺，你在当搬运工吗？对啊，香香的箱子，香空的，那叫空空的箱子，不是香香的箱子。阿仔叫变香香的箱子，啦哇，是哟，成功了，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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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这个铁轨好难弄哦。嗯，你现在要弄什么？就是让它自动，就是有村民就自己坐上去啊。可是它那个下车地点是要拆一下。哦。是我们亲手打的怪是不是不会喷装啊？喷装还是也都会，就是挤压制止的怪物不会喷啊。哦，好，叫亲手打。最后一下要是自己打，不然的话那个箱子很快挂着，马上就爆出来，是吧？嗯，侧方向。看过了，是这里吗？哎，那大鱼晚上会睡觉？哈，啊，不会啊，不会啊，哎，都不见了耶。哦，还是你是把它弄就只是没了而已啊？那区比较没了，还是。你杰克的阿六在做事，把去咬他。阿六会把荣誉，可是他很多哎，欸。如果你那边有阿六的话，对啊，你有放荣誉？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海边的呢？哦，是海边的，哦。嗯嗯。你说海边？感觉他们去睡觉了。自己游进来的没事，如果是有桶装子，你有先装起来放下去的，应该就不会消失啊。哦，你是说大海的？热带鱼，你知道你是说大海？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大鱼会睡觉，欸，哎，啊，会睡一下，是啊，不用吧？它会睡，睡觉它就醒了吗？不会啦，鱼会睡觉吗？鱼不睡觉吧？鱼会啦，鱼会睡觉啦。你说麦快的会吗？哦，麦克，麦快的会吗？会吧，不会吧？没有，应该没有这设定的。奇妙，有没有？很开心，一直跑来跑去，好可爱哦，喔！这颜色有啦，鱼会睡觉啦。哦，麦克的会哦，真的假的？有啊，刚才晚上都不见了耶，我去睡一觉又出来。只是你没有看到他，我是放进去了。是啊，他会睡吗？他不会睡觉啦。我以为你刚刚说会是你去查危机，我还吓到，你知道吗？我想说，我那时候养蝾螈，大半夜都在外面装鱼啊！我也是啊。我想说，亮光会影响生存吧？哦，为什么安德追我到主世界来参教出来？太狠了吧！我追你追到天涯海角，对，真的是天涯海角。为什么大家都聚集在这？哎，欸，被挤出来了，这群笨鱼！啊，我家外面可以养鱼了。你说日本的那个鲤鱼养在水沟吗？井里？水沟？哦，它跳出来了！它跳出来了！完了，搁浅了。
完了，我掉下来把天踩坏了。哎、欸，你如果要养鱼，要用玻璃块，不能用玻璃片呢。对，有人有惨痛的教训，会死翘翘，它会死掉。极高的几率。对，它很容易直接卡在那边就干死了。有，刚刚有一只已经跳出来了，你已经跳死一只了。他刚刚谁怎么知道？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有鱼跳出来了。哦、oh, no， 鱼跳缸了。呼呼呢？好像要铺一层。有人在中间吗？没，现在没有，他自己过去。爸爸又钓出来了！笨鱼，完了完了，笨鱼！因为你可以传我在中介门口。中介门口吗？好。对。对啊，我在转地图。哦，倒了。好。虽然我刚是想要找堡垒，可是我找不到，所以我迷路了。要不，那你走错方向，堡垒我记得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哦，堡垒是另外一边吗？是。到底在这里了吧？等一下。有没有觉得他先拦住你，还好你没有继续走下去。太，哦，抱歉。对，没事。啊，哎，怎么没用鞘刺滑下来？忘记我没放在身上。哦，有很放在身上哎，想说都来了。哦，喂，村民就是不会生的，为什么？红色鱼，红色鱼，我要给小雨。哦，不用。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被拒绝了。你声音要关小声哦。有有有有有。来清，好，太多了太多了，那很棒啊！这边攻击真的要很高才比较好，一刀秒，我都要砍两刀哎、欸啊！我的天，这血很多。我的装备最少都有两条到三条以上攻击加成，结果还是要砍两刀哎、欸！呀，不会死。有没有钻石铲啊？有没有钻石铲啊？这边，这边，这边。那个右边后面有一个箱。下、哦。嗨。杀挂一有一趴几率获得钻石。对啊。有啊。有啊有啊。有那个。那是不是很好赚？可是我现在已经哎两趴还三趴我都没打到过。要自主接客来这里，应该说会掉的东西太多了，对呀、啊，会互相吃，是是对，就应该互相吃，继续吃光。哦，你差点，快差点，有人差点死哦，头差点爆开，哇，这里好多酷酷的东西哦，差点被我一刀砍死哦。搞不好等一下死的不是他，是装备哦。哦，我可以拿这把剑吗？你说箱子里面的吗？箱子里面的。那、啊、我不客气了、哦。就没有人拿，就是算公有物啊。嗯，本来想说是放在这边给他们看，给我们这些弱装备的看。这边有铲子哎、欸，都可以啊，嗯、看到就可以了。就是、你，哎、欸，这练沙怪练很快、欸，对吧、啊？很快啊，真超快。用司机等的。哦。哦。哎呦！哎、hey, ，你好。为什么下面要用树叶？嗯，没有，因为当时扑过来、欸，加上树叶不会生成怪物哦，所以才会扑树叶去，就是让他们不要生在上面。嗯、了解。嗯，啊，不是，那是那时候在用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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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完了，中介漏水了啊啊！遇水则发，出事了！有吗？出事了吗？出事了吗？漏水了，出事了！嘣嘣！我找不到堡垒。嗯，我觉得你要下次找了。对啊。哦，59分了哦。
顶鸟鸭。我后都耗在这了，差不多。好，回家。快十等了，我快十等了。十等。嗯，你。对啊，我快十等了。我杀怪十等哦。杀怪十等。想要这么久了才十等。对啊，你怎么砍那么久？我的杀戮等级快十等了。你杀对好多数哦。过了，哦，过了，过了，哦，好爽啊！怪怪的耶，过了几张啊？过四张，我加十二攻，我有19攻击力的剑呢！哇，好扯哦！我再混一个，厉害，好狠哦！哎，我砍一下20滴，有点厉害，我要打安德看看呢。哦，我过去看一下，看能不能一刀倒。你手砍就是。等一下，那我穿狠狠的装备，金装。会砍他，他会爆装，砍他，砍他。哈哈，有哎，有哎，有哦哦哦，高解决，很猛哎，很猛，好猛哦！哇，那刀很强哎，很强。杰克借一下，借一下，借一下，我看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修补，我补强一下。这把刀我刚刚也可以。对，这把刀我也可以。哇，这把刀好扯哦！我的基础素质太好了。杰克，帮我做一把。帮你做刀啊？你要够多卷轴之后帮，之后再做吧。好啦，你帮我拆一栋吗？拆地洞，拆这一栋房子。哦，你是说村民房吗？好啊，对，来。可以，现在很多人一起去，马上就不见了。好，拆好啊，可以拆这栋整个拆掉吗？对，哪里哪里，那里那里，不是我家就好了。我猜想说是这一间吗？这一间吗？而且我没问题 ，TNT 转头发现我家怎么不见了？你这是毛毛虫在吃树叶？对，哦，是这样。你赶快打开那个什么缩时有没有？对对对，超时针。他们有两个没有猜到。哇，这好开心啊！丝绸，丝绸。对，那要用丝绸啊，不然亏。好了。要打那个玻璃也是丝绸，玻璃我没丝绸。那种飘实的毛毛虫。飘实的毛毛。这个树叶不好吃。是玻璃不能吃，对耶，建材要吐回去。对，建材，嗯，建材全部塞进去。对啊，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哎，随便塞好了。哎，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些是不可能的，有没有？有一些怪怪的，有一些怪怪的。这个是建材，这个，我的妈！有一些怪怪的。啊，有一些建，有一些建材比较特别啦。特别哇！有些有可能是欧米亚给啦。Hello， 你们看鱼。哎呦，鱼！哦，它怎么有一半在水面上？太搁浅，太搁浅，太搁浅！这个应该肯定知道了吧？啊！他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完了，完了，跳起来，完了！捞捞捞捞捞！完了，完了！他看到里面热热的，不要煮熟了。你这个很危耶，他时不时会跳上去。那你那我才铺这个。哦，那你要铺很大一圈呢。对啊，你要整圈都要围起来。没有死了就算了。可是它是跳在内部这一层哎，这一层这条，会跳那一层。嗯，对耶。而且你捞不好是捞到那个半砖哎，半砖的水。困难模式生存的鱼。困难模式。点喽，点啦，做啦，感谢大家，谢谢各位。帮你啊 ，nice。好啦，那个高不啦，末日生存就到这，待会是魔物猎人呢、欸。我想说啊，不行不行，还是搞一下安德塔好了，去弄一弄啊。不是上礼拜就说那个要问好
哈基那个有没有那个杜鱼会消失？会消失就不能这样盖了啊！好啦，感谢各位，那待会要留下的继续留下来啊，那要休息的休息啊，早点休息吧。看一下哦啊，还是早点休息，其实还好。猎龙其实蛮快乐，蛮快乐的啦。哎、欸，没有要休息啦，我说要休息的可以去休息，要等一下继续开，要看的就可以继续留下来看。好，玩游戏。有没有还是很有效率吧？就是因为那个，如果你清怪很慢的话，其实那个不是很好，装很容易爆，没有那个修补的话。嗯，